你是偷走我心的。 干嘛？你吓我一跳！你一路这样跑过来的、哦？你疯了吗？你不喜欢女的吗？我是喜欢女人，但是我也喜欢你。 起吧。 跟我 baby 如果没有来这边健身的话，啊，你不去是要等到进棺材了。亲爱的，喝水。啊？嗯，他们谁啊？哦，就是你之前有跟我提过了。
好不容易才甩掉的前男友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了嘛。你们搞清楚，等一下，你名字怎么可爱？笑屁笑！怎么会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鼻子一闻就知道你是直的，而且啊，比生旗杆还直。我再另外免费送你一条。欧文啊，他最讨厌人家叫他什么亲爱的。这没搞清楚，少在那边丢人了，好不好？你赶快下去吧，小朋友。跟你这么装的，真好可怜吗？刘总跟我来，搞不搞？咱有两点半，即马是两点三十五分，你伫倒？五分钟而已，不是五十分钟啊，大惊小怪。咱的关系需要绝对的互相信任，我必须要确定咱的有所你拢有做到，我才能放心。原来你教授烟袋外表之下有一个老古板的个性。你敢讲你的教授是老古板？上辈当得着？好啦好啦，我也快袂阁迟到啊！甲你教是一个后盖，你才会乖。今麦学生拢唔知虾米叫做尊师重道的着。迄个看状况啊。昨暗我阿你陪我出去，你拢唔肯。应该才是出外的人，是你才对。我哪有可能每天陪你？我母会起怀疑。我还记得咱讲过，咱的代志绝对袂影响到我的家庭。你明明就会当两边拢按来吼，只看你有心也无心尔。昨我拢予你放鸟啊，我的心早就已经醉过过。好，算你有道理。你是安怎？你也要给我处罚？嗯？你是要安怎处罚？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。各位话所在，刚需要叫你麻烦。